做下去，因为它太低了。你要不要一边捞一边传授一下捞鱼的秘诀？秘诀。就只能慢啊，不能快。很鲜的。不要急。你袂当急。所以它的那个尾巴没有很明显。对。母的孔雀尾巴不会很明显，公的比较漂亮。嗯。好，现在应该讲几只，然后讲够几个。你说用包尾的吗？对，就一个一剪，然后一下回一下。我慢一点没，你觉得什么什么？我什么的这么多，超厉害的。它是可以全部捞到的，对，都可以带回去，只要你捞多少就带多少，真好。三十块你捞多少？那你又有新的鱼了。叔叔一定超羡慕的。可他说他得生一堆啊。好的。Yes， 跳进去，你跳进去了。是跳进去。跳进去。他跳进去。跳进去的，我以为是跳出来的。你看，我还跳几只熊多只。你讲几只黄色？几只乌龟？几只拍火，因为我顶火。几只火起来，我们就不行了。对，它应该很重。因为它还怀孕。对，因为它肚子太凉大。它当然也怀孕。你用猫叫声看他们会不会跑，应该是猫了。猫，你看他们，还是我唱的。这个比较大只，那母的都超远的。有好啊嘞，领取的下雨了，腾腾，不要下雨，拜托，腾腾，你家楼是短吗？我点你的话，你好不好？换手。我出班去补课了。你得给他搞好啊！哎，俺去搞下这个就快了。别放弃。这行业头给多少时光呢？赚够。这只超远的，有那个小鱼在肚子里，好多哦。来吧。